那我的题这样会不会就亮了、啊？这样我的结果了，我的答案。哎、欸，对耶，说不定他会盖成那样哎。哎、欸，这样拿竟然不行。我知道。击倒，应该说你们要击倒，不会抽到我的题。这样会不会就亮了？哎、欸，没有我，我可以进去。耶、yeah! ！他好高兴哦。啊，要多久、哦？那没有狙的要多久、啊？哎、欸，不是，我相当于我现在完成一半而已，完蛋。哦、啊，谁那边有？谁那边有法师在摇铃啊？不是我，搅杯子之类的声音吗？不是我，吓死了！招魂啊，好不好？好恐怖啊、哦！很恐怖哎、欸！摇一下那个泡的东西喝而已。这游戏怎么弯曲啊？弯都弯了。你是说创世神有你盖不出来的东西？一直都有啊。那是你的问题，你要检讨，知道？玩这游戏按下去了啦，超时了，你们看到？快了，快了，快了，超时了啦！啊，你还不按？还没好。要多久啦？要多久？我再按下去的话，那个抽到我的题目的人会恨死我的。谁？谁？不是我啊！不是啊，讲不是抽到了，猜到我题目，哎，等下猜的人会恨死我啦。反正不管怎样都恨你啊，你很差。我们都恨你啊，你不知道吗？生气了、欸！快快快！我在赶工。就抽奖。要多久啦？快了，研磨打完了，抽奖抽起来！我已经把那个进那个对哪个已经删减很多部分。姚已经退伍了、啊，逃兵啊，他逃兵。对啊，他验队啊，他吃大便啊。哇塞！超强！你的怒气值是指这个吗？乱讲话有没有？乱讲话不用负责任的。很久哎、欸，再一条，最后一条，太久了啦！最后一条，太久了，太久了，太久了！这一条受不了了，真的受不了了，受不了了，受不了了。下次不要发通告了啦，真的。按弯得算了，按了按了按了。好了，来，我摸。哎呦，哇！喂，翻新呈现出来的。嗯，不是吧？哇，哎、欸，这个你上面盖的也太强了。什么？嗯、可以吧？可以吧。漂亮。这是什么？有哇！嗯，给钱。嗯，啊？难道法师你做的跟你出的题目是刚好相反的吗？等等等等，我的东西跟我做的题目也不算相反，真的是这个哦，嗯，不相，不太算相反，可是我就有点像哦。哎、欸，村民交易怎么变那么好玩了、啊？打电脑，等一下哦，这什么鬼啊？哇，全面，可是为什么这么会有这个大赚特赚？哎呀！我又看到一个好危险的东西，完蛋了！欸、对，有可能这个应该一定是繁星出的。好危险的东西哦，有红色的东西。给政府养。嗯，哎，谁啊？等一下啊、哦，是这东西吗？特等一下，完蛋了你！快猜啊！快猜啊！没有狙的也要猜这么久哦？有哎、欸，等一下，还有别人啊？但你还是一样很久啊？就按下去了，等一下。没有狙是什么？完了，没有都没有听我们刚刚的话，不是才刚刚讲过吗？摇了，这个呀，这个是摇盖的，摇前面应该是那个吧，繁星吧？按。那摇的后面呢？谁？秋风。我、啊。你在我后面吗？有有没有。啊，我哦好。你在中间。哎、欸，算了。等等等等，我看照片。
是啥？啊？哇呀！这是要怎么帮？这是什么？哇呀！出来命啊！为什么？这个这是会死了，会死了，会死了！这是谁证件？我不要投他，我不投。啊！我知道了啦，赞了！谁的证件？这个头啊，这个证件鸡毛蒜皮的，有什么好有什么好当证件的？呛起来！我又要盖类似的东西了，问号。哎，颜色是哪一个？有没有更白的、啊？是这个吗？对，鸡毛蒜皮的事情也拿来当证件，真的是莫名其妙。这不是这不是很正常吗？在台湾很正常啊。够白吗？哎、欸，够不白？这个你要超级白吗？这个到底是怎么帮啊？天哪、啊！火车几乎要盖一模一样东西出来，这讲的是撞体吗？不是吧？那是猜一模一样的反面意思哦，这样的意思。哎呦，就类似的东西，只是一个是好的，一个是坏的。坏的，那坏的是什么？好的就给钱啊，坏的就付钱啊。对，你怎么不问他题目是什么？概念不同，哪一个方块啊？颜色要对啊，颜色不对就完全不行啊。啊，指定啊！哦，这里就有了，难怪找不到。哎，我怎么觉得哪里怪怪的？是这样吗？然后。为什么我要盖个平台啊？我要盖个平台，这样才可以。大平台吗？小的就好了。大平台。小的。小气巴拉。小气巴拉，你可以盖大的，不盖盖就盖小的。对啊。预算有限。人种的，那么小气。预算有限，还提什么证件呐、啊？我看你又就把预算给扣了。对啊，你看你明又预算。就没有预算，然后那边天马行空扯一堆摩天轮。哇，你怎么了？哇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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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塞超浓，火药味超浓，已经炸开了吧？好了，盖完了啦，太快了吧！你们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，我以为秋风在追我哎、欸，下次。他应该会啊，没有，应该是出题的，搞不好猜的人有问题，有没有？左右不平均，不舒服。欸、我也是、欸、我也是左右一直抓不到平均哎、欸，为什么？是我的问题吗？是是，就你问题最多。玩谁问题？法师的都是法师的错。还没，等下才说。对啊，都是他的问题，就你问题最多。真的。开始抱怨了吗？可以不要先帮我报名吗？你在叫谁啦？没人叫人啊，不要自己接了。嗯？这个吗？我现在可以去跟观众聊天了啦。这么开心？哎、欸，是啊。太大了，觉得哪里有问题？算了，我说了，算了。好啦，安妮啦。赞呐、啊！赞呐、啊！对不起。嗯，我要跟那个江老、哦，到时候在看题目的时候看到这个题目的人的时候说对不起的某个人。不原谅，不原谅啊！我觉得他真的不会原谅。谁啊、这个？到时候就知道了。哦，啊啊啊啊！这样差不多啦，不想不想再干啦。我罪恶深重。我是不是每一个题目都要一半的时间都要盖这个？是不是每个题目都要盖这个东西啊？盖什么？收钱吗？不是不是不是，另外那一个，你等下巧克力打开完，看到一模一样同的东西。我都把每个人都放进去好了。你是说钱吗？政策不关乎钱嘛，对不对？每个政策都要用到钱。哎呦，这样是有点不同了。盖完很无聊、哦，人生好空虚哦。三四五，对，这样子 ，OK。一二三
四五六七，我在这里减二五，过谁不见了？一二三四五六，太快了。嗯，然后如果在会做什么事情，想一下。我最近会看成别人的东西，一定会变别人的东西的。啊，要多久？还有别人要多久啦？你是不是还没好吗？你是不是还没好吗？你不要这样，你快哭！不要这样，你不要这样，恶心呢、欸。我觉得这次很完美。过去的你不是这样子的啊。过去的你很有战斗力的哎、欸。啊歪了不？啊歪了不？说来就来，说去就去。想要留住你都留不住，是我的大作，我觉得你的大作，你的巨作是不是？大概是我最后一个作品了，遗作啦，那叫遗作。等一下还有，倒数第二个，怎么盖啊、嗯？我甚至不知道我能不能盖住下一题，我做的是下一个题目这样。这么麻烦，把是按下去了没？那这样就。这样吧，不要再加东西上去了。那个是，对。恭喜中奖！太快了，抽奖结束。好，你用什么打发无聊？留个彩蛋好了。下一个彩蛋，你用什么打发无聊？对啊，你怎么打发无聊的时间？太早盖完太无聊。哎、欸，我留个会狂飙的彩蛋可不可以啊？打枪啊！打枪战啊，就是有些枪战很快啊，三分钟就可以了。度过无聊时间。真的、啊。哎呦，剩三个了，等一下，等一下啦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重点就是那个没有狙的那个人呐、啊，我。痛啊！我现在是按给你看，我摸。按啊，有种的按、啊，哎呀哎。你按呢、啊？你按呢、啊？摸到了。法师好帅！你法师按下去了，真的。太神了！还骗你的。这么几个图好了。哦，排第二个。好了，封面决定了。谁啊？应该还好啦。故意的，那已经是。一下啦！我还没好。阿伟。阿伟啦。要多挤哦。做古。做古。多挤。你还有八十秒。哎、欸，我没关系。我在全速的前进啊。哦。反正我后面是法师嘛，随便盖就好了。哎呦！去！没有，因为我啊，就这样，我觉得很完美啊，很好啊，我表现得很好。有，只要按下去，表现就很好。还剩杰克了，等一下，杰克，还有三十秒。我的，讲什么？你讲的哎、欸，乱听。哦，好哦。哎、欸，我弹珠还没开就打。杰克，时间快到了。好、啊，这位混淆是非，算了。混淆是非，混淆是非，什么东西？要我都哭了吧？哦，哦，这是什么？
这个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嗯？这是什么？这边有东西吗？这是什么？不是吧？这也太有点神秘耶！就是那个、啊，这代表。欸、不是有点盖房吗？这是代表是政府的，哎呦呦呦，政府的。这什么标志啊？这个哦哦哦，原来是哦。哦，那我大概知道了啦。为什么需要？对啊，法师，你是看我的吗？嗯，是啊。哇，你我被枪偷懒了，好哦。这个证件，没懂。这是什么？哇，我的这个超级有证件的感觉 啊，对不对？选了，选了。我要去扯书。哦，完美，我真的太完美了。哎、欸，我去。我这一定当选。等一下，这个该不会哦？我觉得大家猜题要很有证件感觉。再来，嗯，应该很有证件的感觉。我这个太完美了，哇！行政口号不行。哎、欸，不行，我觉得这样很闹哎、欸。对，都猜什么啊？让大家进入坟墓。哦，就我故意的。好，来，皮哦。你也很爱皮啊，你不遑多让，你知道吗？啊？哎呦，秋风真是想很久哦。哦，我不想口号是不是？真的是，我以为你在想口号，有没有？哎、欸，我打死他，我勾勾就不见了。哦，对，打死他勾勾就不见了。勾勾什么勾勾？右边那个打勾，准备就绪啊。对，好，我觉得这个很好。我觉得我猜很棒、欸、等一下要不要那个啊？大家喊自己的证件算了。喊自己的证件。我出什么馊主意也算了。嗯，啊，我知道了啦。他盖的什么我都猜进去了。有什么不猜什么，摇就剩你啦。好，等一下，快点啊！真的很夸张哎，每次都。瞧你被法师嘴了。好了。被法师嘴了。啊，我看一下。在这里，法师盖的，哇！可以传一下吗？可以传一下吗？在哪里？是什么？传去哪？哎、欸，我人在哪？哦，要盖啊！哦，还有哦，不好意思，第一天玩啊、哦！机呀！哎、欸，不是啊，这题目也太长了吧？哇！没有，那只是证件而已。哎、欸，不是这个题目，没有，那只是证件而已。哇塞，这题目比我命还长哎、欸！我跟你讲，我前面的题目比我的还要长，好吗？哇，是哦，真的假的？是。啊，是你是不是在乱猜题？我还要先查一下你这个英文到底是什么意思了。我懂心累的感觉。心累啊！哎，为什么要这样？闭嘴！我错过了什么？等一下！哇塞 ！David 说从那边传过来了。为什么刚刚是从啊？秋风，你说那个英文哦、喔？那是一个频道。我查到了，我查到了。好。然后比较白。我去个厕所回来。字的感觉。真麻烦。是我想那个吗？觉得好像可以，那就这样好了。对啊。哎，被偷吃掉了。这种题目我不想盖得很精锐。
你要坐想这个吗？怎么盖出那样的？哎，要不然知道了。哎，不要不要不要，不要拿这个好了。哎，不要。哎，不要。要一下，要一下。要什么？过来一下，哎。哎，不要。什么东西啊？哦。那我要学这个。我怎么让东西不要飞那么高啊？把腿打断，就你不要那么会喷出来啊 ！Q 下去，喷低一点，喷的好，你就盖个屋顶不会是不是？不是，那屋顶也挡不住啊，我没有那么高了，屋顶也挡不住，我要更低一点呢、啊。你这么会哦？太会了吧？更会喷了、啊。啊？就你的物品呢？感觉好像歪掉了。有没有 feel 那、啊？炸了！有啦，有 feel， 有 feel， 真的害人之心不可有哎、欸！我现在一整个报应啊！看我的，对啊，你这到底在猜什么东西啊？啊，这样太长了，这样刚好。Go！ 你为什么要吸过来？啊！啊，不管了，不管了，爱吸就吸。你说吸吗？一二三四五，这怎么数？啊！不要管，你不要管，你不要管。大家好，回来，回来，回来，你去太远了。充好手机。你盖这么快 ？Easy 啊！我这跟你讲，完美啊！算了，有这猜得到啊？但我很不爽啊！朱小凤出的烂题目，挡得住吗？是啊，那个东西往上飘。什么东西往上飘？没有，就是那个悬浮，对齁，刚刚好哎、欸。可是这样弄的话，我刚盖，我盖的什么鬼东西？算了。哇，你真的都是算的哎，就是蛮随便的嘞。不要太，他就是一个随便的男人。那家伙好恨哦！什么啦？你在讲什么啦？恨什么啦？你他都对我随便。完了，亚历山大。喂喂喂！他不会浮起来。现在才知道，对，我现在才知道。哦，哎、欸，
对，不行，好像很歪哦。糟了！啊，不管了啦，气死了。可以，就这样啊。我在守着。哎。要多久？气死我了！啊，完美。那我要不要换一个头啊？好。叫面包超人，不是面包超人，面包超人不是。哎，等等等，哎，这个应该猜不到吧？我就忘了卖到秋风了，糟糕。这是三小